妈妈，然后我就可以没有那个留学习了。两岁多些是照顾我，一直照顾到现在，慢慢慢慢是大了。哦。啊，都够了食材和饭。因为黑了12点睡觉了，一早起5点是起来了。咱在工房上两亩，他是大学里去，黑了8点半才回来。哦，不吃肉了，反正都有好几年了。我们家是城里的医生，然后就是，正学着钱，然后帮我妈妈看。